压紧啊，压紧才好听啊！来，哇，好棒啊！对啊，用手弹啊，不是那个。你在第几弦？他在这三在第几弦？好，那你就弹第二的，啊，就放掉了，弹完就可以不用按了。好，弹第二弦。啊，很厉害哦！啊，八在第几个？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也是在第几弦？你看啊，这个四在第几弦？在第几个？好，第二弦是这一弦，对不对？那第一个你要用这支去按，第二弦，它的放弦放在这边，还有这支去按，第二弦第一个，找到没有？第二弦几号？把这一弹出来。啊，这里是八，啊八，好，哎，还说在第三个，应该是说在第几个？第几个？啊，第三个，用这支。下去，好，好的，好，再第二层啊，再弹，再弹，好，很好，接下去。